还在车上呢，就是啊，我领有90根呢，在他卡口那买的赶紧等葡萄酒。啊，在哪儿啊？我那天上车没找着那个地方。那个老头告诉我卡口那里头，他就是说，哎，搁卡口的。我靠，你到底要上哪个台呢？哎，上哪个台？你跟哪个去？